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有没有很怀念？有没有很熟悉这样子的开场方式嘞？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到有点陌生啊。其实 ，OK， 回到剪影片的重点。今天影片的重点呢？其实我是有点兴奋啊，讲真的是有点兴奋，因为我们已经隔了很久没有做这种这样怪懒的事情了，而且一做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还蛮怪懒的 ，OK。但是在跟你们讲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呢，我相信也不用讲了，因为你们也看标题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 ，OK。其实近期来，因为我近期都一直在拍 vlog 嘛，也已经拍了差不多十多二十个 vlog 啊 ，then 就是已经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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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去 prank 他们了 ，OK。then 现在，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其实还蛮期待。蛮兴奋，期待阿汪等一下的反应会是怎样的。OK， 你们看这个是阿汪昨天 post 的 story，OK，、okay? 这个是阿汪昨天 post 的 story， 连就有一个人 reply 哈，讲你的头发好长啊，然后就讲没人能帮我剪，连呢他就讲颓废了一段时间了，是时候要剪一剪了，但是没有人能帮我剪，有谁有上门服务的吗？救救我！好啊，像我这种多重身份的人呢，我也是有帮人家剪头发的，只是剪得好不好看，我是不敢包啦。所以我今天我就上门帮阿汪服务。嘿嘿嘿，嘿嘿，各位，那是什么吗？专业理发器。像这种专业理发器呢，当然是给我这种专业的理发师用的嘛，对不对先 ？OK， 现在呢？我就要出门去阿旺那边了，OK。连 Cherry 就在我前面呐、啊，可是他讲叫我不要陪他，因为他没有涂口红呀。偶像包袱很重啊，这个女人真的。连呢，我现在想要访问一下 Cherry 一些理发的心得，因为平常都是他帮我剪头发的嘛，所以你要不要教我一点？你要不要教我一点技术？要讲帮阿旺剪一个漂亮的头发。你自由发挥啊，自由发挥。自由发挥。自由发挥的话，阿旺就够力了。哎，我不理啊，我还是要拍下你。你看啊，在家穿这个围裙，这样是不是很有良家主妇的感觉？没有，还是我喜欢胖的那衣服。哦，是没。OK 啦，拜拜。OK， good luck to me， 啊不是， good luck to 阿旺。拜拜。OK， 我现在是叫小明还有家俊下来接我，等。我是没有问他们阿旺现在做么啦，但是通常根据他们的推断，阿旺这个时间点呢，通常都是在家睡午觉的，因为 MCO 嘛，所以他就在家耍废，又没东西做。Do you see that？ 很帅。没有什么技啦，兄弟。没有什么技啦，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嚟嘅咧？理发器，看到吗？他加一个专业哦，专业是形容谁呢？专业形容我这一种，他的专业是形容这家机油，形容个没有形容我这种专业理发器理发师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他们的家这一个楼层，然后在进去屋子之前呢，我要先跟你沟通一下我的计划。我相信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应该知道我做不了的，应该知道了，大概猜到一点了的啦，应该猜到完了，对不对？听你们讲，阿旺呢？每次都会睡午觉，是啊，所以现在，记住，就最近他真的是懒惰啊，他睡了，那个睡，他睡了几久？不确定哦，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，所以他在哪里睡？客厅，客厅是最好睡了，睡过头。这样就话不多说，趁他醒来之前呢，我们就直接去了，直接去了，不要再等就时间就过了，再等就没有机会了，动心了没有了？如果醒了就浪费了。啊，这样我自己都不要醒。我希望不要醒来，睡觉，赶紧睡吧。他应该因为我在拍反不了。熟睡一点先，那现在好像还没有熟睡。OK， 现在已经过了。
半个小时多，你不相信他已经深睡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我的 plan。 然后我觉得呢，这个过程呢太美好，画面太美丽。一家是阿王，一家是我的。等把阿王拍摇，给他自己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。发梦吧，你睡一气就没有了。不过我是的、啊，是阿旺在昨天聊天的时候，他自己讲一句，他讲我现在这头发长度，
我宁愿给你们剃波大啦，我都甘愿，因为我真的很背景很惨。你这样讲，我们做错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剃波大。哎，非常的。真是还发梦没想到。看一下有没有踢不平的地方。哦，对。哇，这个产品真的不错哎！今天实测这个产品是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觉得是不错啦。这个我觉得要留着，是很有个性。我们要很前卫，所以那个部分要留着。这些修一点，修一点。卡着了，卡着了，两位。OK 嘛，你还满意吗？你看你左边，你看你这边啊，我这个是我最满意的地方。